正在收看公共电视，现在为您播出《新星的泪光》。请你务必再帮我安排一个拍照的时间。你当然也不知道，这么一删，哎，就把他昨天的工作照给删掉了。那可是他们公司啊，花了大钱请来大腕的。对不起，是我的错，请你再给他一次机会。办不到啊。他是一个来自宇宙中的神秘。对了，就是这个，让大家猜猜，这个带着恒星钻石宫殿上面的神秘发明星。你说那个人刚刚才被音乐中心给开除啊？我们在找医务人员，你不如去我们公司试试啊。你好，我叫陈月，来自台湾。恭喜你成为公司一个人。怎么回事啊？因为我在这个公司，所以你不干了。既然每次看到你都不会有好事发生，那么就请你以后不要出现在我面前。给自己一个机会，还有为故乡的妈妈努力一次。因为世界有个你，给我呼吸的勇气，就算泪光模糊了一切，在我心中依然美丽。生命最美的奇迹，原来就是与你相遇。是你握住我手心，去面对风和雨，把结局交给上帝决定。我只是想要幸福，用一生努力追逐，让星光带路，不管多无助，每一步都铭心刻骨。我只是想要幸福，为了爱不怕豪赌，我不会认输，我不愿让步，守在你身边再多苦我都已满足。哦哦，我只是想要幸福，用一生努力追逐，让星光带路，不管多无助，每一步都铭心刻骨。我只是想要幸福，为了爱不怕我不会认输，我不愿让步，守在你身边再多苦我都已满足。怎么？哎，市场热线人回来了，杨月的消息了。上海了，我们去找他，把他逮回来。苏月山，阿月没有留他在上海的地址。可是至少现在我们知道他人在哪，而且也很平安，这样你们俩就可以放心了。雪山，嗯，你在想什么？我只是在想，阿月写给陈妈的明信片上提到有佳玉，怎么会那么巧，刚好在上海碰到？会不会其实他们一直有联络？就算有好了，可是刚刚陈妈不是也说了吗？那个尤佳玉小学毕业以后就全家搬出九份了，都这么多年，我们要怎么去找这个人？可是我不懂，为什么阿月不让我们找到他？为什么他不肯见我们？会不会是他误会我们什么？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只是担心陈妈，
太像浩强，什么苦都往肚子里面吞。虽然嘴巴上说阿月平安没事就好，但是阿月连自己的妈妈都不肯见，陈妈一定很伤心。对不起，瑞山，我刚刚还是把我们要订婚的事告诉陈妈了。干嘛跟我对不起？我们回九份本来就是筹备婚礼啊。不管阿月在哪里，我们都要邀请陈妈，不是吗？瑞山，我都跟我妈说好了，你就专心准备你的欧洲巡回，订婚的事就交给我，好吗？知道妈每天都在家里担心你，等你回来，为什么你连个电话都舍不得打呢？陈月，现在有没有空？哎，你帮我把这份文件标红线的地方重新打印，十分钟行不行？键盘上没有注音符号，我怎么打？陈月，我要你的合约，你打印好了没有？还没有哎。那你混什么混？我没有混啊。我看见你上网了。不是，没有，是因为我刚到上海，我刚刚看你们的输入法不太习惯，所以我在上网找我自己的软体。对了，我以前有听说过他们那边人学的是一种注音符号，他大概不会汉语拼音吧？那应该学呀，入乡随俗你知道吗？好好学点。知道。哎，你以前在那里也是做广告的？没有哎。哎，你说几个印象深刻的广告给我们指教指教嘛。哦，丝丝有两种。丝丝有两种。哦，我想到还有一个更红的，叫做兜兜摸来摸去，兜兜摸来摸去。其实之前广告我没有经验，然后也不是相关科系毕业，不过也就是因为这样，所以我一定会更努力跟尽全力的去学习。效果挺好的，我们都讨论一个早上了，肚子饿饿的，先放我去吃饭了。哎，达宏呢？请他吃饭呢，他出去了。
大红，你中午到底有没有回来吃饭啊？我爸帮你准备便当哎，董叔的私房料理哦。啊，那好吧，我帮你放在桌上，你回来记得吃哦。哎，等一下到哪里再吃呗。搿能介，今朝侬第一天上班，随我结婚，请客。搿么人家也第一天上班啊，伊哪能讲啊？伊啊，让伊多练练伊吧，帮咱省点资源，是吧？还蛮好。搿么哪能讲？走走走走走。